暖取那一封信，只好对自己说晚安。哎，号发来先，你在爪子吗？你的爪子吗？你为什么头像改了？笔记改了？微信头像改了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有有。然后跟大家讲一讲，就是为什么这次这个就是隔了这么多天啊。首先不管我的理由是否充分，我都还是要先道个歉，因为始终有人会不满意，好吧。首先我这次去成都，我这次去重庆其实是去工作的，因为我们是去跟一些主播聊点事情，然后呢，然后在重庆的时候没能聊好，然后呢后面别人去那个参加微博红人大会，就是在成都，然后我们又过去了，就到成都去了，这里行程就耽误了一天。然后在成都聊完之后呢，对，已经是差不多五号了，然后呢就是那天我开了直播，我记得应该是五号的时候开了直播，开到了晚上九点钟，因为那台电脑确实太卡了，所以就没有继续开下去，然后就没播了。但是跟大家申请了，我希望是能够第二天陪陪我爸妈。对，因为我本来我回成都的时候，我回成都当天，你们不信觉得我在乱说的，可以去查一下机票，好吧。我回成都当天的那个时候，我父亲他本来是去三亚了，然后呢我从成都五号那个时候我妈告诉我爸要回来，然后到六号的时候，到六号下午我爸从三亚本来刚刚过去，然后又从三亚赶回来，就是为了见我一面。对，因为可能我身体不是很好，他们有很多话想跟我说，所以那天我就需要去陪他们。然后呢六号陪完，到昨天是我女朋友的生日，然后今年已经30岁了。对，然后我就希望能够在七夕情人节的当天和她生日的当天能够陪陪她。对，这就是我的理由。对，但她也仅仅是理由。我觉得鸽子的时间还是比较长，包括去成都也没有带自己准备好的笔记本，其实直播也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但是希望你们能够理解，真的不是因为我懒和我不重视观众，好吧。这么多年来了，我心里面谁对我比较重要，我 PDD 还是有数的。对，总之希望你们能懂，好吧。然后呢鬼畜就不看了，鬼畜就太羞耻了，我们在成都啪妈的被班德城的那群逼打得太厉害了，知道吧。我在成都电脑卡那帮逼逮着我杀，那个触手，我在上路对了5分钟的线，被军训了6分钟，你知道吗。我操，今天去报一下仇，我摸到我的电脑和我的键盘鼠标，老子今天要把那个逼日死。今天千万别在我对面选触手骂这个英雄，好吧。卖炸了吗？我的我研究一下啊。哎，不是，麦克风不就是在这里吗？管理声音设备，麦克风怎么是禁用的呀？哎，哦，设备属性，对的呀，没炸，麦。天使和魔鬼。换一个播放时间，张哥这两天是不是天天给你们放这个歌，在洗你们的脑？哇！我跟你们说，这次我去成都还干了一件事情，是我偷懒干的，好吧？我去把那个看，我去把哪吒看了。
哇，哪吒是真他妈的好看！来拉我拉我，你先拉我，我去把那个哪吒看了。下本页。可以。把老刘他妈的搞得真的是难顶。我已经太久看电影没有哭过了，我觉得我是一个巨他妈铁石心肠的人，就哭这种东西在我身上是不可能出现的。但是这次还是输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会哪吒我会看得特别感动吗？哪吒这个电影你知道吧？他最感动的地方那个场景你看到没有？他最感动的是哪里？你说，是父爱那一段，那个李靖用自己的命去换哪吒的命，那里让哪吒看到那里是他妈最感动的。我在看这个电影，我在到他妈成都百丽宫电影院之前，我是从我家出的门，我爸弓着背送我出去，我爸一个他妈铁石心肠的人，一个他妈巨硬朗的男人，看着我他妈巨为我担心，刚从他妈的刚去外地，然后为了我赶回来，然后送我出家门，我又去他妈电影院看到哪吒，然后又讲了他妈父爱，老子真的他妈的当时顶不了啊，我真的顶不了呀，我阵亡的好惨啊。哭了，真的哭了。现在我们越来越大了，看到爸妈，真的感觉爸妈越来越老了好多。而且我都本来是一个自己什么都搞定的一个人了，但是因为好多问题，又不减肥，又他妈的不干嘛什么的，让还是老让家人担心，很不应该，好吧？你的歌是炸的，很炸。我歌声炸了吗？听不到音乐是吧？很小声，但是炸的。现在应该是好的吧？我的电脑在我走的时候有人摸过吗？现在能听到吗？正不正常？现在？你帮我听，你帮我听，我来调好吗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好，兄弟们，刷新一下，刷新一下，准备刷新一下。现在应该舒服了。现在再不舒服，我就也没办法了。现在应该是舒服了，好吧？可以。今天家里面会来一个神秘的客人。第一把上来直接残忍对待兄弟们，无情铁锤。我已经好多天没打撸啊撸了。讲道理，今天你必你懂的吧？什么婴儿？今天鼓捣连体婴儿。我是上帝吧？可以，今天看你了，三哥。谢谢李莎姐姐送的飞机，谢谢。不是，肯定不是呀！你们疯了吧？我操，怎么可能？一会儿我直播间没了。对，我讲道理，我直播这么多年还是规规矩矩的，从来没有被封过直播间。对，也挺期待的，妈。
挺规矩的，我也不想被封，好吧？这么多年从来没被封过。谢谢小刘饲养队一队五星的火箭，谢谢，谢谢这兄弟，好吧。我他妈又打落手，感觉最近我比较怕落手，发现没有？我发现现在久了没遇到剑姬了，不是挺怕剑姬的了，现在有点怕落手。落手在我对面，老是我会出一些意外，要被落手克。我现在家里面有云顶的猛雷了，现在我们黑网吧来了一个云顶的猛雷，但先不跟你们说好吧，因为我回来比较仓促，都还没跟别人好好认识一下，我也要学习一下。感觉现在云顶还挺好玩的，我看了一下那个界面，它很多东西比以前更齐全了。即可开始录制本集。主要理由能看到每张卡的输出有多高了，就感觉很爽。